郫县德国汉堡私人秘藏近百年，雍正御制胭脂红珐琅彩，圆龙杆朱纹玉壶春瓶，即将在香港斯富比上拍，预估成交过亿。此类胭脂红珐琅彩的设计原型为铜器型釉里红器物，由于釉里红容易晕散，雍正皇帝觉得龙的尾部画得不够爽利，传旨修改并烧珐琅彩。目前能够查到的此类珐琅彩玉壶春瓶连同本例一共三件，一例藏于日本神户市滩区兵库县立美术馆，纹饰与本例相同，为尺寸略小；另一例注入于伦敦古董商 Ashkenazi 出版的 A Dealer's Hand 一书中，尺寸与本例高度相同，30公分，但纹饰有明显区别。玉龙出世先睹为快。